那个。啊，小兰，你下班回来了，辛苦，来喝杯水。哟，妈今天怎么喝啊？你说的那样话，她是我儿媳妇的嘛。哎，小兰，今天你好像发工资了啊？哦，这个月水费啊、电费啊，杂七杂八的费用，你把你钱拿给我，我可以把它交了。啊，其实两周前我的工作就已经丢了，这一周找工作把钱呢都花得差不多了。其实呢，我一直瞒着你和小超的。没事啊，老婆。来，你找工作也辛苦了，喝杯茶休息一下。喝个屁呀、啊！工作也没得了，钱也没得了，要想喝水啊，公开的开自来水喝。妈，你这是干嘛？她好歹是你儿媳妇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呢？我也没说错啊，挣不来钱的儿媳妇，那搞了什么？有什么用啊？咦，妈，我有工作的时候，你对我可不是这样的态度，你呀、啊，太嫌贫爱富了。对头，妈，小兰呢，她是没得用。她一天只晓得把她老公的衣服和她婆婆的衣服洗好晾好，把家务干好，但是呢，她从来不会嫌弃她老公和她婆婆。你说那么多有哪用？她要是有本事，让她再给赚钱啊！算了算了，与其在这吵呢，还不如想办法给找份好点的工作。我都找了好几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得。哎，实在不行呢，你自己在家里面开个网店做微商嘛。但是做微商，包装产品、做效果图，需要钱的嘛。这个你可以用图牌是吧？简单易操作，专业的设计师出品，可以商用。我们有困难，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。妈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给顿饭吃嘛。要吃饭了，你们自己去煮。我才不伺候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呢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在小兰日落西山的时候，你不去接受她？那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，你别问他要钱了、啊。